先听，它是不会粘黏，不会龟裂，并且今年再升级，延展度皮裤高弹，然后肚子也弹，脚也弹。然后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年我们做的是直筒哦，它在前面有切一个小切角，小小的么字切角，让我们前面看起来腿比较长，然后后面的长度够。屁股呢，因为这一次升级再升级，延展度再加深，所以弹性更加深，所以你屁股穿皮裤不会变大，不会紧绷。这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效果。然后这次做直筒，所以它完全可以修住你可能是有假胯宽，你可能是有小腿肌，反正你脚觉得你自己没有腿那么直的人，你一定要买这件皮裤。各位要买的话，非常的标准，正常尺寸就好了，不用特别大特别小。那我们一样做上往年每次最经典的双扣，可以包收我们的小腹，然后大概在中高腰的位置。